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哇，现在已经11:30了，晚上。好，我身边这位是 Jimmy， 然后我们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Jimmy， 我本身的身体不是很健康啦，应该是人家三高，我有五高了。不过我本身也是一个洗肾者，那么已经洗了有接近3年了。那么每一次回来，就说一三五都要去洗了，每一次4个小时，那么回来就要最少要睡2到3个小时，那么起来，那么那胃气就来了。就一直打饿，就晚餐就是吃不下，那么这种种种的现象已经烦了我，已经接近有5-6年了。那么而且刚才有五高里面，那么也是开始也是有个血糖，就是糖尿病和那个高血压，那么致使我的脚面也是很。越来就说可能是有寄生那个fungus啊这一类的，那么每一次都要去看专科才可以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不小心认识了我身边这位阿玲啊。那么不小心，我还认识，我不小心哦。那么阿玲就介绍了我，他是以一种很诚恳的心，以一种健康的爱心来。叫我吃这个人咳嗽，那么我开始也是很拒绝，因为像这一类的在市场上太多了。开始后来我慢慢见到他本身吃了也很好，他本身自己吃了很好，那么我就说带着一个尝试的心来试一下那么到现在我已经吃了大概有3个星期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我的那个胃气就已经减少了有60-70%减少了60-70%。那么我也还有穿那个阿罗拉的袜子，那么我的那个脚背里面的那个黑色的一般啊，两个脚都有，那么也是减少了最少有50%。那么这个是对我一个，当然是还没有好完，我相信会撸来撸后了，因为这种对我来讲，我给我的是一个喜悦了。那么而且我的女儿也是刚从上海回来，3个星期了也接近，她就跟我讲，爸爸，你的精神好像好了很多，你的身量也是洪亮了很多，这个就是我试了之后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不说，应该你们不知道，他今天是星期五哈，他今天是早上有去洗肾回来，然后现在已经接近12点了，你看他的精神。然后你可以跟观众说一下之前你还没有吃人工肉之前，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在做什么的呢？这个时候就是说下午睡觉起来之后大概是6点或者7点这样，那么就一直烦恼了，因为胃气就来了，一直最少的有要折磨2-3个小时，那个胃气一直在吐出来了，那么这种是很难熬的，而且晚餐通常一般上也是吃不下了，那么就会嫌太煮的不好了，其实不是煮的不好了，而是真的自己吃真的吃不下，所以会产生一种烦恼了。那么这个情形在这3个星期里面是说越来越好的情形之下，我感觉到是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就是值得我去向大家介绍的一个健康视频啊，是值得我们去那么当然是像有胃气或者有糖尿病啊，你的脚会有黑斑的这一类的，应该是可以试试一下，这个是我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嗯，
那你还没有吃人锅肉之前哈、哦，你的精神到十一点半，你的、太太说你应该是已经准备睡觉，或者是已经睡觉了，是吗？还有一点要谈的，就是说就是起来了之后，大概到九点十点的就开始要打瞌睡了，那么最多是睡一两个小时就起来，那么然后就一直到天亮，三个小时，半夜三个小时里面，两三个小时里面真的睡不着，翻来翻去，那么可能也就是说身体上的一种调养不好，那么可是这三个星期来，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我起来最多是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里面我就再睡回了，这个是一个喜悦来的，对我来讲。就是说，穿了袜子跟吃了人工肉之后，他就是说你不小心认识我嘛，他就不小心让你比较好有很好的睡眠，对吗？对啊，我的睡眠真的改善了，当然没有说100%，可是应该是说有60%以上好睡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这种痛苦，有时很难去用语言来形容了。不过我就是好了，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啊。OK， 好，就是在还没有结束我们的 live 之前，你有什么话对那些还没有服用我们的产品的人有什么建议吗？那么我吃这个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公司它是 BE International， 对，那么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公司会找到这样好的这种健康食品产品给我们，那么我也是不小心了，又是遇到了那么就是说不小心遇到阿玲，又不小心接触到这个产品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种毛病的，不妨试试然后你会有见证的。对，好，这样时间也很夜了哈，这样我们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